可以，你就大胆的放心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出来吃个饭，是不是有晚霞？是，有晚霞了。哎，看这哥们儿淋的，看他腿、肚子淋的湿湿的。想起了店长戴口罩的时候像谁了？像谁？雨大吗？雨还行吧，不是很大。我没有在中盛，我在龙芝嘛，本来要去中盛的。啊，会去深圳吗？深圳现在因为没有单子，我就应该不会去。杰尼龟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。好，金阳，好久不见，像我喜欢的人，小嘴这么甜，有男友了吗？要项链的可以私信我啊，会有签名照。好久不见，换片儿，换什么片儿？哈喽，小娇，吃完饭了吗？店长好，你好啊。哇，永恒雷修也好久不见了。现在店都开门了，真好。都关着门吃什么呀？可能也就15号左右吧。对，我在龙之梦。哎，好热呀！好，特卖。龙之梦地下一层，全场一折起，可以吃鱼库胖哥俩不让堂食，我们就买了回去吃了。是在这层吧？不在下一层吧？当我没说，你说啥？哎，这不牛肉面吗？暂停堂食，哎，我们去哪吃啊？我是不是喷香水了？昨天喷的，前天喷的，应该还没有味道，还没有散。谢谢小本。我们在这坐着干嘛？我哪知道？你都知道一样都没有猜，你自己要过来啊？我怎么知道？
福州要重打包回去，打包回去吃吧。我们找吧，走吧，走，我们去找啊，去找那个没去打牌。看过芝麻，看过芝麻，很棒。小馒头，我当然认识啊。我们一起拍戏的，我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哎，你好，那个萨莉亚在哪儿啊？哦，谢谢。去买点萨莉亚吃吧。从哪开啊？他从这边进。好久不见，真的好久不见，有多久啊？想你想你。妈，连个座位都没有。多久回北京啊？快了，还卡吗？哎，你好，点个餐。工具人，工具人，工具人。哎，我也很喜欢吃他们家。妈，啥没了呀？面没有了，就面没了呗。色拉，啊，面和色拉没有了。嗯，
我教你个办法啊。我们找地方坐一会儿呗。冷啊，那待着呗，一会儿来取呗。解放人确实帅了，老大爷的手势。我们可以下播吗？晚上回家再播吧，不想播了。都没有人给我刷小礼物，小心心也没有。浪费流量。不可以，哎呀，太难了呀，这手一背就是大爷。谢谢汉克，拜拜。上海可以去别的城市吗？不知道。奶爸不是飞球，我刚出电梯没信号，哈哈，谢谢小娇。缺那一点流量，大起点给我刷一个抖音哈，哈哈，谢谢瑞阳，还是瑞阳好，哈哈，啊。14天终于结束了，反正心里慌。赶紧好好做事儿吧，又不带我打王者。宝子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加入主播的粉丝灯牌。我方对方，这是什么？端午节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口罩比上那个就看着顺畅多了，哈哈，真帅！谢谢阿司匹林。
我在闵行区。哦，你八级的私信我就好了，管理应该不在，汉克可能不在，你可以私信我，私信我。这是北京人，我在上海，我在上海。可以来我店里打工吗？我店现在已经关门了，店已经关门了。